第一个是十分后悔，十分后悔，那就是不大后悔的意思，因为只有十分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就是十分后悔，就是一个很没有诚意的后悔。十分后悔是指晚上10点之后做出后悔的决定，比如说晚上10点之后，因为脑子不清楚，会在淘宝下单或者会点外卖。哎呀，糟糕，我常常这么干，好吧，十分后悔。OK， 当代夸父。夸父，夸父追日，追日，夸父追日，代表是太阳的意思。当代掌门的时候，就仿佛成为了太阳。这个解释太好了，对，太好了。当代夸父是指当代年轻人总把爸爸挂在嘴边，总想当别人的爸爸。哦，大家都知道吗？大家都是这么用的吧？鸽子友谊，鸽子。鸽子都是一群一群的聚集在一起，只要看到有吃的就冲过去，所以我觉得鸽子友谊就是讲那种酒肉朋友，特别不靠谱的，碰到事就散掉，但是一碰到吃的就冲过去的朋友，所以不是好朋友。有一点像鸽子友谊是形容相互放鸽子的关系，就是今天鸽这个，明天鸽那个。